厉害，旗袍女爱高校巡回座谈这样的一个活动的现场。其实是这样，今天呢，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的同学呢和我们的黄岩老师有个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共同呢来探讨、来交流一下。我们特别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最可爱的负担是家里的这样的一个麻烦。其实现场的朋友啊，稍后我们会有很多的互动环节，包括现场的各位同学，如果有什么问题想和我们的黄岩老师做一个交流的话，我们都可以现场的提问，包括我们前面的媒体朋友。当然，如果呢大家不好意思举手的话，大家都有手机是不是？您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机，然后编辑微博，编辑你的问题，然后呢带着我们这个话题，微博话题“麻烦家族511”，哎，前面一个井号，后面一个井号，然后带着你的话题呢发到微博上。这样的话，我们工作人员也能在线上啊看到你提出的问题，然后我们会选择优秀的问题来在现场问出来啊，好不好？这个就给一些面子比较薄的同学们准备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所有参与我们互动环节的同学们都有机会可以获得由我们电影麻烦家族特别送给你的一份小礼物。好的，此刻呢，我们这一部电影的导演黄岩老师已经准备好要和我们可爱的清华的学子们见面了。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呼声，有请我们非常可爱的黄岩老师。黄岩老师好，二楼的朋友们好，哎，同学们好，同学们好，早上好，早上到清华是。有没有上课的感觉？因为前一段我去了北大，去北大，是晚上去了北大。我在北大说了一句话，有清华的同学潜伏在那边，我说北大有清华的力量，到这儿我改词了，清华比北大厉害，哇！那天有不少同学去了，那天跟我问问题那哥们在哪儿呢？现在有吗？来了吗？没来，没起来，估计可能从北大没出来。他就后来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是，哎，我没有想到在清华，我其实好像没来过清华。我以前在上个世纪的事儿，1999年的时候，我给我的班的学生，就是97班，97本科班，在做这个。当时的一个戏剧的演出叫《春花秋实》，我为了学生，带着学生一块儿去这个卖票，我们当时因为学生没有任何宣传，对，我就在清华，我记得太清楚，有一张桌子，我就站在一桌子上，是院子里，这个10块钱一张票还是5块钱一张票，给同学们卖票，那黄老远小20年前来的，对，但北大我去了很多次，因为我们一直在百年讲坛演话剧。我真不知道清华居然有这么好的剧场。我真的说明咱们宣传的少。后来刚才听剧场的负责人跟我说好多电影都在那首映，是，很遗憾今天太早了，没让你看的片子。北大看了，我专门再带片子来一场，好不好？谢谢啊，这也是在18年后我们黄老师继续带着这些的。我其实小时候对清华有个想法，有什么想法？就想上的，想上的。现在要来继续上的话，同学们是不是也非常的欢迎啊？现在来的只能教课，只能教课，学可能不行。这咱们的艺术教育中心是吧？是不是这个艺术？我正好从事艺术教育，刚好以后多来。将来也到清华来。刚才你们那个老师您姓什么呀？老师，李老师说希望我来这开个课。我将来这开个课。好，我特别喜欢这个。我特别喜欢教室，对，特别喜欢校园的氛围，学生们见面交流这样的一个感觉哈。那当然，其实这一次也是除了跟同学们聊聊天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电影作品，就是还是卖票的，只不过这个更加的立体了，在电影院在大荧幕上呈现您的一个第一次当导演这样的一个作品。是，我们知道您其实，在影视圈摸爬滚打那么多年，培养那么多优秀的学生，也带来过很多优秀作品。但是觉得您指导这件事，导演应该很多年前就应该完成，怎么才当导演呢？这个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就有这个做导演的梦想。我们原来上电影学院的时候呢，不管他是哪个系的同学，我们学校大概了解吧，就除了导演系的，还有摄影啊、表演啊、美术啊、录音啊、文学啊、管理啊，很多专业，不管哪个专业的同学都想毕业当导演。觉得这是一个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我原来做演员，经常演演的戏，人家就说哟你演的不错，什么时候升了导演啊？大家有个误解，嗯，其实导演跟别的行业是一样的，嗯，我们在学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做导演的梦想，刚才开玩笑，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想表达，嗯，想表达。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烈的想表达的想法，但是呢，有强烈的想表达的想法，不一定会有很清晰的能够去表达。嗯，也写剧本，也做一些准备。所以我在30岁的时候就导了，我的第一部电视剧。我不知道你们，因为那时候你们可能还小，叫《似水年华》。看过。你看过不可能吧？2001年，你才几岁？小学二年级。才是二年级，我是小学4年。2001年我就拍了《似水年华》，然后在2002年上了那个片子。后来我就导了一些电视剧，后来又导舞台剧。嗯。但是电影好像就是，一直好像你在为一件事情做准备，但是它就没发生。突然它就到了你面前，然后你好像还没准备，它就发生。我觉得拍电影跟遇到一个爱情很像，跟爱情很像。这儿谈过恋爱的举手。哎呦，真好意思，只有一个人在对着，这个男生就是对着，没谈过恋爱的举手。也不止，有几个，有可能，对，就像谈恋爱一样，有时候跟爱情啊，它突然走到你面前的时候就发生了。嗯，其实我之前也在准备做别的电影，大家知道我原来筹备有一个叫《初恋爱》，嗯，一个小说我改的，还有我自己也写过一些故事。我们有一部电影叫《巧克力》，几乎都已经到了要拍摄的边缘，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没拍的原因其实就没准备好，我就是没准备好。嗯。直到去年的8月份，我在乌镇，我们有几个好朋友一起办了一个乌镇的戏剧节，这可能大家知道啊，有个戏剧节，我跟赖声川老师，孟京辉导演和田雨欣导演，我们四个人做一起，然后和乌镇的一个陈总一起做了一个戏剧节。那这个戏剧节，我在筹备的时候，我们这个电影的制作人就拿了个 DVD， 8月份的时候拿到乌镇找我。说你看看这个片子，这个导演你们知不知道？片子名字啊，不太知道，没关系。每个人知道每个人时代的事情是这样。你们知道什么事儿？我也那个山田洋子，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他已经86岁了，他已经86岁了，但是他现在还在拍电影。他这一辈子呢，拍了导了86部电影，很奇妙，他刚好86岁。然后他写了210多部作品，他也是个编剧，他是日本叫。国宝级的导演，那我们最熟悉的日本的最知名的导演，大家如果学电影人，谁都不知道，一定能知道两个人，一个是黑泽明，一个叫山田洋子。那山田洋子的作品，我可能说了你们不知道，爸妈们，你们的爸妈们就知道。小时候我看过《银次郎的故事》，你知道吗？啊，还有《远山的呼唤》，啊，《幸福的黄手帕》啊，一种不是很默契的啊。这个是在课堂里听我出现的，对，我在回答你们，我说你这又不知道，哎呀，我太有不了来上课。其实有些事情会一直留存，就是因为它是珍贵，它经典。那么在山田导演后来的年纪大以后的作品里面，有一部我非常喜欢，叫《黄昏的清兵卫》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找找这个片子啊，或者去买一个。碟片呀，海豚这种片子，黄昏的清兵卫是写的一个武士，写的一个武士，包括还有一个叫引荐鬼冢，就是。那么这个导演在日本有着非常高的威望。那么他在前年的时候就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家族之苦》。那么《家族之苦》其实来自于之前的他的一部电影叫《东京家族》。而东京家族又来自于再之前的一部电影，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导演，叫小津安二郎。那么小津安二郎导演拍了一个叫《东京物语》，哎，就你看，他知道。山田洋次受小津安二郎的影响拍了《东京家族》，之后他又拍了《家族之苦》的第一部。那么当时我拿到的就是这第一部《家族之苦》，是前年的一部电影，去年他在日本上映。我看完之后，我突然觉得他那个电影里面让我看到了一个中国的家庭。然后一个中国的故事，然后一些中国式的思考，但是其实这个完全就是日本电影，嗯啊，
里面也有有名的演员，有那个西凤不冲，你知道吗？他就叫，还有苍井优，男孩，男孩，你想到他谈过恋爱，对不对？这个老师也淘气，对男对学生也淘气，对吧？还有苍井优，非常棒的，就是在《鲁滨逊二》的很多电影都有非常棒的表现。那么这个电影我看了之后，是去年八月，我就说突如其来的，十一月我已经在北京拍摄，我在九月份开始改的剧本，十一月开始拍摄，今年的五月十一号，也就是十来天以后啊，在什么半个月以后，全国要上映。所以我觉得不可知，任何东西不可知，突然发生，突然就到了面前，然后突然就去做了这件事。因为这没看片子呢，我就说它好，好像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啊。我就说是在北大反正反应不错啊，清华应该反应更好。因为在北大那天，我们在百年讲堂将近小2000人，我在黑暗中也坐在一个边儿，跟着同学和老师一起看这个电影，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觉得他已经很好笑，也很感动，但是他最后远远超过我的预期，就是那观众笑到在电影院里面笑翻天。但是最后我身边很多人在电影院哭的说憋着脑袋疼。他其实讲了一什么故事呢？他讲了一个家庭，但他是一个特别平常的家庭，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然后有哥哥、妹妹、弟弟，大嫂、弟妹，然后没嫁进门的弟媳妇儿，大家族，大家族，其实就是中国是一大家庭。然后呢，就还有两个小孙子，就这么一家子。故事的开始就是突然这一天的早晨，这个奶奶跟爷爷说：“我要跟你离婚。”晚上，这个奶奶跟爷爷说：“我要跟你离婚。”这就是故事的开始。整个全家人就围绕着他要离婚的事情闹翻天。去解决这件事，就是大概是这样的电影。但是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式的家庭之间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人与人相处的一些的距离。因为原来在日本的电影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男权的一个电影，就对男权批判的电影。就日本那个男的在家里就是哎回来了，媳妇就扔给。我们小时候看那日本的，我不知道你们有印象，日剧有些什么，我回来啦，没人理啊，你们回来啊，都是。但是在中国里面，就日本里面，它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瞎客气。你们有没有去过日本玩的同学？对吧？有，我也去日本玩过。你要上一商场买一东西，买一个50块钱的东西，他能给你拘6块钱的工，一直。然后就一走，一直送我，我说别送了，太客气了，我说就没买什么贵重的，是对，哎呦，谢谢你，还是给你送的，喝了酒，我说你对我这么好，后来说都这样，不买就你人也往外送，但不好意思不买了都，也鞠躬，但是那个故事在日本式的当中，可能就跟中国式的，其实我在思考，在中国的就是中国式的夫妻关系或者人与人之间，或者甚至朋友之间，都有一个叫莫名其妙的不客气。你听懂我意思吗？莫名其妙的不客气。当你给泡着的时候，追着的时候，特积极的给人去上锅炉房打开水，把那个食堂的座先占好，让他人打好。等一结了婚，一过上日子，好在家里边，横鼻子竖眼啊，谢谢也不会说，啊，我爱你也不会说，对不起也不会说，都是老婆，老婆倒杯水，我跟家不这样啊。我说老婆您喝点水对老婆倒杯水然后喝着吧这啥呀这是你们家里人看你爸给你妈客气吗客气吗但谢谢我爱你对啊对不起没有啥没有啥没有这个不止没谈过恋爱连爱情小说和电影都没看过是听到我爱你这仨字他都激动对我爱你我爱你所以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一种欢快的游戏但是欢快的当中
就是所有的喜剧啊，好的喜剧的下面，它的底面底层一定是一个悲剧或者是一个正剧，它要有思考。嗯，它的笑声啊来自于知觉的反应，像刚才大家来这段我爱你，大家在这笑，是你懂我在干嘛，听懂我的意思吗？你知道我在干嘛你就笑了，我如果就正常说我爱你，你就不会笑了。这个叫做知觉的反应，嗯，就是幽默最真实的样子。但如果我现在一上台啪摔一跟头来一狗吃屎，你也会笑，这是感觉的反应，它是在知觉的前面，嗯，是刺激。所以这个电影大家将来我们到清华放映也好，或者是有空到电影院看，你会看到另外一种喜剧的叫，嗯，就大概这个。我这一直人家主持人的，我就有一个坏毛病啊，我一进阶梯教室啊，嘴就停不住。任何人说啊，尤其这么大的像剧场，我也特别喜欢舞台，嗯，站在舞台上，我觉得这地儿是我的，这地儿可能将来真的，嗯，我们来这儿将来来演那个话剧什么，嗯，我们这边。一般情况都是，一听说你要来这儿，都表示欢迎。嗯，到时候票也买不着。抢票，抢票，抢票！嗯，对，我们先支持电影，然后再支持后面的节拍。大概电影是这么个故事。嗯，但是因为说白了，苍白无力，我现在描述是苍白无力，是还是比较直观的，通过那个光影的艺术来感受到刚才我们黄老师介绍的这样的一切。其实刚才就像您说的，其实可能咱们这边的家庭跟西方的家庭有点差别，就是可能。把那些表达都放在心里，我给你举个例子，放在嘴上说，它里边就最后那个，就是那妈妈，就全家人就开会，嗯、就说咱现在说说你妈，你为什么要跟爸爸离婚？对，你是什么原因啊？嗯、他妈妈说，他说我现在离婚原因就是因为你爸爸这个晚上喝了酒啊，打呼特别响，然后早上起来呢特别早就起床，就在厕所里边刷牙，然后噗还放屁，然后呢？我这有一盆兰花，这兰花还是当年你爸给我买的，他就老往我这兰花里边掸烟灰，嗯，没有，袜子裤子丢得满地都是，啊，他说就因为这个，他一会儿说这个就离婚了，这不是生活习惯，对，你别大脸嘛，你爸爸给你改没毛病，你就给他改。最后妈妈说一句话，所有人都沉默，他说，但关键是我伺候了你爸爸一辈子。他连一句谢谢都没跟我说，所有人全沉默，一句话说。最后这故事的结尾，老头跟着他就说：“他说我想了好几个月，我终于明白了，恩爱恩爱，没有恩就没有爱。夫妻之间不念恩就没有爱，朋友之间有恩情，不念恩不知道感激，不可能有这个爱。嗯，最后说句谢谢。”就是这个，就这个电影，它这么听起来又不像是一个单纯的喜剧，而且我们也没有去设定特别大的那种命题，大家去什么思考啊，或者寻找什么人生的真相，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很冷静的讲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很好笑，因为我们这里的演员大家看都应该好笑的演员，有的大老牙，大老牙是谁你知道吗？牙牙是吧？还有海清，都是非常搞笑。其实大勋也非常搞笑。李李群老师就不用说了，嗯，他是在舞台多少年的这种老戏，嗯，笑匠是。还有很多客串的朋友，哎，何老师，哎，那个小月，对，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演员月月跟何老师两个人在里边，没有负责任何搞笑的事情，嗯，他们就是做一件很认真的事，哦，但他们一认真就很好笑。好，那我们就看看怎么个认真法在演员当中。哎，其实刚才您也说了，我们这影片当中是通过一对老夫妻，哎，这样的一个怎么说琐碎的一些事情，开展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如果我们这些在上大学的这些同学们，在这影片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元素适合他们？我理解，我这个人，我在北大做的放映，其实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看。嗯，我其实去的是很忐忑，因为。这都是90后的，就咱这是不是多数都是90后啊？是吧？对，我是90后上的大学，我1990年上的大学。嗯，那么就是我很担心90后的同学，
会不会或者是朋友会不会就是对这电影无感，嗯，没有认同感，结果远远超过我的预期。反而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会对，尤其是我们对更年轻的人，常常是怀疑，有这个毛病，就是他年轻，他不懂，嗯，但事实上，你回头一看，昨天你也年轻，但你从来没觉得别人的东西你不懂，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我90年18岁的时候，我上大学，我依然会被《教父》那样的电影去震动，我依然会去看到《天堂电影院》那样的电影去被浪漫去感动，嗯，我会看到很多的电影，那都是很成熟的导演，很成熟的演员，他们做了一个很成熟的故事，我依然是有感受的。它跟我的年龄无关。嗯，我认为这件事情，我们在拍电影的时候，绝不要有一个讨好心态，嗯，而是应该有一个真实表达，诚实是最重要的。你就表达出来，你表达完了，他懂，他自然就懂。这个与什么年代是没关系。嗯。我拍的不是一个特定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看的，嗯，我就是拍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岁数大的岁数年轻的都会有喜欢的，也都会有不喜欢的，嗯，应该是这样的心态在创，嗯，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嗯，那天那个比你们差点的北大是吧，他反应的那么强烈，我想清华的反应就更强，但是我看那天好像真的有妈妈或者是老师跟同学还有自己女儿去看，对对对，几代两代人的反应真的是都很动了。而且我坦白讲，我并没有去讲某一个年龄人的故事，嗯，我讲的就是人的故事，嗯，这个你年轻过，我也年轻过，我现在岁数大了，像你也是岁数大，这是连在一起的，什么都是连在一块儿，它不可能你永远停在这一个，我也不可能永远停在这一个，对对对。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那个黄老师，其实我们在当年轻的时候也是，可能有家不在北京，有人在外地，可能跟家里的人团聚的时间可能会相处时间比较少，嗯，可能有很多朋友还正此时此刻正在处在青春期、叛逆期，这青春期没有，对，然后就可能交流比较少，哪有上大学的青春期，沟通比较少，有的时候就如果回到家跟父母刚待几天可能还好一点，嗯，有的时候可能相处时间长了，互相都有点。会看不惯，您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麻烦在这样的家庭？其实是这样，我觉得，事实上没有，你这事其实不是你为他的事。嗯，我先讲一个我跟我爸妈的事。我在真的是青春期中学的时候，我也叛逆，都叛逆过呀，多少都有点，是吧？就觉得爸妈说的话不中听，他不懂，还不是同学懂我，他说的不对，啊，我出去了，光进摔门走。等你有钱当了爸妈的时候，你当了爸妈，我们家大女儿，你们都认识多多，嗯，多多现在11岁，昨天晚上这个吃完晚饭，我们俩就出去遛弯去，嗯，我们俩在院里走，我们俩拉手，你就经常玩一些什么成语接龙啊，嗯，什么就是，你太喜欢了，你俩一边走一边玩成语接龙，他这时候11岁还可以跟我这样。手拉着手玩成语接龙，你试试，你先跟你爸说，现在手拉成语接龙，啊，最多就是互相伤害，是啊，抱着手机那可能自己对玩了。但是当你有了小孩，你会发现，其实父母永远不会觉得对你是觉得你长大了，或者觉得你要离开我，我可以接受。父母是很难接受，其实小孩断奶很难，嗯，父母。断掉你长大这件事情更难，甚至一辈子断掉，嗯，可是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家庭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人因为我爱你就变成了俩人在一块儿，俩人在一块儿就有一家庭，就结婚，然后就生了一个小孩，然后这小孩就长大了，就变成了三个人，然后这个小孩呢到了18岁，因为一个我爱你，他也离开这个家庭，这家庭就变成两个人，然后这两个人呢，有一个人会先离开，就剩下一个人，然后这个人离开，这个家庭就没有了。而那个离开的人，就像从前有个山，山里有个庙一样，就又有一个家庭。这是什么？这是叫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就这么来的，人群就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只有到那一天的时候，才会知道前面那一段，原来一切
世上的一切都是有出处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都有因为所以。那我自己跟我父母在年少时候也会有叛逆的青春期，我没有，我大概到三十多岁的时候，就从十八岁长大以后啊，离开家去大学，我就很少跟父母有亲热，没有亲热。你们现在跟爸妈亲吗？对，亲一下亲，很少。女孩可能跟妈妈亲戚，爸爸亲戚，男孩跟你爸亲一下吗？你拉你爸爸的手吗？我在前年乌镇戏剧节的时候，我父亲八十岁，今年81岁。我们在乌镇的剧院里面看完演出，走出剧场，剧场那个乌镇都是青石板，你有去乌镇吗？都是青石板，所以呢，那个地就不是很平整，不是很平整。于是呢，我就拉着我爸的手，我说小心点啊，这台阶儿别路不平，我就把他拉下来。在拉下来的一瞬间，我没有松开他的手，他也没有把自己的手抽出去。于是我就牵着我父亲的手，一直走回到他住的酒店，就像走这条路像走时光一样，就像他当年牵着我的手。人生就是这样。你牵着我的手，最后我牵着你的手。你今儿能牵上手是最好的机会，为什么不牵？我只是到了40多岁我才懂，如果20多岁就懂，就应该回家跟爸爸妈妈说什么谢谢你，我爱你，么么哒，抱一抱。所以我去年春节的时候，我也是鼓起了勇气，我就亲了我妈跟我爸，然后我就亲上了。哎，我亲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妈我爸有点紧张和生疏和陌生，但是更多的是洋溢着的那种幸福和享受。我现在没事经常就在他面前撒娇，假装自己是 baby， 我就经常跟我妈讲咪，为什么让他在你离开多年之后再次以儿子的名义回到他的身边。其实这就是，如果那你问我，你就能跟父母也相处。你听我的话，你接受也罢，不接受也罢，时光会慢慢的教给你怎么去跟你的父母相处，对不对？谢谢，谢谢潘老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段时光能够越短越好，尽快的学到如何跟父母相处的更好，好吧？我相信今天很多同学走出我们这个，因为听了我发的微信，对吧？微信打说吧，妈妈，我爱你，对吧？对，然后给我发个红包。对，因为出门现在买这个手机买票也不方便，爸妈给你买了2张511的，麻烦家长对，这个印象确实非常父母。哎，你们有没有？咱们有没有童年？就是咱小的印象，就是中国的父母有时候经常冷战或者吵架。就你老觉得爸妈，哎呀，原来你小时候特别痛苦，就是说，你也爱妈妈也爱爸爸，但他俩一吵架，你是很痛苦。就父母吵架对小孩来说很痛苦，而且其实这个痛苦到年长以后依然痛苦。嗯。所以我们在店里边，爸妈在听离婚的玩，我们就崩溃了。那个海清演的那个女儿说：“妈，你离了婚。”那我们怎么办啊？其实他说的也是真话，确实那儿女怎么办？但是我们又讲另外一个，这些人想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不会去体会父母。其实海清就说妈，您要离了婚，您住哪儿啊？他妈说我住养老院。他说那街坊子您要知道了，该以为我们不孝顺。你看，这人有的想他老从自己的想。我在那说，我说妈，你跟爸离婚了是吧？将来我们跟爸一块生活，你这怎么生活？谁照顾我？谁照顾爸？爸，你看他想的还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有些荒唐和冷漠，在这个时代特别明显，特别明显。所以在这个电影中，我会去用一些方式去表达我的观点。就是我相信很多观众同学看了以后，都会找到自己身上的一些共鸣，可能自己家里真的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啊！其实刚才跟唐老师在舞台上我们也聊了一多，是更多时间咱教同学，咱听你同学有什么一些家务上的小苦恼或者问题或者什么，都可以分享。而且说提问还给人，还给礼发，现在还给礼物啊！来，然后大家可以踊跃举手。红包，哎呦，那一位戴眼镜的那位，来第一个举手。对，啊，来，来我们的同学把韩国恋爱的小伙子身后你火了，但你旁边是你女朋友。
哎呦，对，两个人都在做一个活儿呢。来，你说吧。我为什么那么快举手，就是因为我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想问黄磊老师很久了。就其实我的小名也叫多多，就是我今年19岁，然后我小时候其实认识黄磊老师的，就最早认识黄磊老师的途径就是我妈已经在电视上看到你，她就说哎，她的女儿也叫多多，是不是学我们家的？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小名其实在我整个成长的过程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带给了我很多，所以我就是想请问一下您，您在就是为您的女儿起了这个小名之后，您觉得对您整个家庭还有对她的整个成长是否有一些影响？这是一个关于算命的问题，是一个名字的演讲。我想想，你多多，你先过去。谢谢老师。谢谢。他问我了，这人几不几好不好啊？可能运势怎么样？绝对吉利，多才多艺，对不对？这个我当时起的名字呢，说白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男孩女孩，但是呢，人家说得提前进行这个胎教，你得跟他聊天，是吧？哎，你得叫他名字，但是当时大名不知道男孩女孩也不好起，说起一小名。我当时跟那个孙俪的时候说，叫多多，因为多多呢可以当男孩，也可以当女孩，因为我还有一哥们儿子叫多多，这名字因为呢他特别的普通，才说就是叫多多一样，好多叫多多的，所以呢我就叫多多吧。他我说反正多才多艺呗，是吧？也挺好的。但是我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的当年教的学生，我们教的时候学生们。我们在班里有一个座右铭，就贴在那个教室的上面，叫“知恩报恩，多闻多思”。正好就是有一个我的学生也就知道我说的，就贴在我们的这个上面。这是谁呢？是当年海清的爸爸妈妈找人写的给海清，海清就把这字给了我，就放在教室里。后来我就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叫“多闻多思，知恩报恩”。因此，我们就是多多起名，学习就是多闻多思，叫多多啊，多观察，多思考，一切都是可能跟你单纯看到的不一样，所以叫多观察多思考。我是这么一个理解。那你说命好不好？我可以跟你说，任何人对命都没有任何的认识，所以可以说它非常好。命自有定。你看过《了凡四训》吗？看过呗。命主，反正你看看，我都现在接受你。看过，命主我命。这个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靠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选择，最后做最后的结论。因此，不管你叫多多还叫少少，但多多少少，你都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命运由你自己去努力做决定。啊，好。谢谢，谢谢黄老师。来，有这边有个来谈恋爱的小伙子，啊，他是不容易，来，你就很对，啊，化妆水啊，咱们听听男生有什么问题。黄老师那个喜欢很久了，然后，当着你旁边都行，他们喜欢我是另外一种，是。然后就是怎么说？我觉得您就是当代，因为最近这个我觉得娱乐圈很乱，然后我觉得您，还有周主席，是当代这个，就业不多，就是男孩子们，我觉得男人吧，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后来女孩都笑了，这什么男孩？我觉得19岁的多多都在笑你。我们接着说，说白了就是多大了？基本上我今年21。对，小的时候就往多说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反正我觉得如果我40岁的时候能像您这么优秀，我就很欣赏你。然后我的问题呢，说你就是，您是怎么平衡这个工作跟家庭这个关系？因为我知道您工作肯定很忙。啊，这个是对自己遇到这个烦恼。对。学业和爱，他本来晚上想去晚自习教室，对，女孩说你又去晚自习。
着一起看这个镜头不了。他们当时是我晚上去踢球，然后说你又去踢球，这还有去晚自习，又去晚自习，对吧？怎么评论的关系？他把它上升到了家庭和事业啊，已经是恋爱的晚自习，是提前学点习惯，觉得早晚会碰到的。嗯，对，好，我就找找好。那坐下吧，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吴传鹏。吴传鹏。哎，好。传鹏，快坐下。啊，谢谢。我祝您电影大卖。哎，好，谢谢。小的时候啊，都问大问题。大了以后啊，就关心小事，叫欲赋新词强说愁，爱上词人啊。如今识得愁滋味，一语难尽。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有20岁的年轻人样，事业和家庭怎么平衡？命题大，对，我现在先关心晚上吃什么，啊，早上吃什么？嗯，我现在。怎么平衡啊？我跟你讲，没法平衡。做事的时候好好做事，在家的时候好好在家。别做事的时候想着平衡家里，在家的时候想着出去干活。专心致志，享受人生的每一段，在每一个时候做每一个时候该做的事情，自然就会有一个整体的平衡。什么时候能看见平衡？你知道吗？亲爱的宝宝，结束的时候，谁看见平衡平衡？你自己。与他人毫无关系，你自己觉得这一生过得是不是有滋有味，有声有色，你自己判断。你将最终面对你自己，你将跟自己说这事儿好还是不好，我踏实还是不踏实，我做到还是没做到，我开心还是不开心，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啊。至于怎么平衡，不需要去想，哎呀，我怎么平衡我的事业？比如你要去打球、打篮球、踢足球，他说你怎么不回去晚自习？你说我就是想要去踢足球，但是他说那不行，你撞乱去，那你就应该按你说好了。但是不管你是去踢足球还是晚自习球，你不能一边踢着球一边逮着球一边想着，哎呦，那晚自习等着我，你也踢我，你忍着不踢，你非跟他一块儿，就为了对付他。就去晚自习，就忽悠他呗，反正先把他哄好了，你自己都不接受，最终带来的就是你们俩的裂痕，对不对？一定要心甘情愿，好吧？而且尽量多听他的，对，您最后这句话特别重要，要不他听在前面对这段恋情没信心。刚前面咱还说，重要的多听他，对，有的时候啊，糊涂一点。模糊一点，别那么精确。对待身边的人与事要模糊一点，对待自己要清晰一点。对待自己的清晰叫冷静，对待别人的模糊叫友善。听懂我的意思吗？好，谢谢，谢谢黄老师。其实我们有同学在微博上也有问题啊，我的电话。好，这位朋友问的是，请问黄老师，您觉得恋爱和婚姻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这比刚才的还大啊！我们应该怀着怎样的心去恋爱？怎么去准备婚姻？对啊，哎，这我爱你你发了吧？对，理想或者说舒适的婚姻是什么？爱情跟婚姻的区别？哎，我原来一个同学啊，叫王劲松，王劲松老师呢跟我同班，然后当年是哈尔滨，现在也是电影学院表演学院的老师，还做过领导。当年在哈尔滨的时候呢，在青年宫，他当时也刚刚高中毕业，跟青年宫学习了2年，还是1年，还是半年的话剧班，于是呢，就给比他小半岁或1岁的同学们开始讲表演课。他有一张照片，就是有一个黑板，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的异同，一样的。你知道我说的俩人是什么吗？啊，说什么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叫一个表演流派，来自于俄罗斯前苏联，是当时他是跟契诃夫你知道吧？契诃夫和当年莫斯科艺术院的丹钦科一起做这个整个苏联或者是叫前苏联俄罗斯的整个戏剧的一个大的
转变的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后来他的表演体系到了中国，也就变成我们所有的艺术院校今天的教科书，叫斯拉夫斯基。还有一个是叫做这个布莱希特，对，是德国最著名的戏剧家，是表现主义的代表者。嗯，那么王兴就讲这个题目，就像刚才他说论我婚姻和爱恋爱的最大的区别，对吧？这都是大问题。我用一简单点的话回答，这个恋爱呢，就是一个不断发现优点的过程，是不是？哎呦，他字写真漂亮，哎呦，他腿真好看，哎呦，他头发真香，哎呦，他那个这个真细心，哎呀，他对我真体贴，哎呀，我爱他，叫不断发现优点的过程。婚姻是一个不断消化缺点的过程，不断消化缺点的过程。哎呦，啊，怎么还这么好？啊，他怎么早上不刷牙就先吃东西？他怎么把烟灰都挡到我的花盆里？他怎么早上起来放屁？现在睡着他也可能会放屁。对，是吧？因此，问我最大的区别，李宗盛原来一首歌叫《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恋爱是容易的，可是等待是困难的。啊，他原来唱了一个歌。相爱是容易，相处是困难。恋爱的时候，你们俩恋爱多久了？你们先念这个，三年了啊，三年，还如胶似漆。但是有没有开始比原来发现的缺点要多呢？或者对对方的？那么还是那个刚才我前面讲的模糊的问题，看对方模糊点看，看自己清楚点看。你老拿清楚眼睛看别人，到我这儿，我多棒，我这么好，我跟他谈恋爱我都亏了，嗯。看对方，你看看你这脚没洗，你看看头发上，你几天没洗头了？呵，你说这还怎么一块过一块过的？嗯，所以他俩的区别就是，你不能只在恋爱的时候发现优点，你也不能只在婚姻的时候看到缺点。你在婚姻的时候也要去看优点。我跟我妻子在一起22年，我们俩恋爱跟你们一样，也是18岁的时候，他18，我23。一转身过去了22年到23年，那这个时间里面，他是在干嘛？他是在不断的看到对方的优点，也是在不断的接受对方的缺点。我们向着一个方向在努力，甚至连长相都向着一个方向去长。真的，你不觉得夫妻长着长着长成一样吗？因为他们下意识的模仿对方的表情，这是心理学，人会老对。所以你看，你养一小狗，那狗会慢慢长成你。我们机械团战的有好几个都证明了，对吧？啊，对，可以。你想你想所以你看，夫妻之间是不是向一个方向慢慢的越来越接近？嗯，如果俩人越长越不像，这俩人就离出事儿不远了，是吧？这往那儿想，那往那儿想，谁都不去贴近谁哪行。所以你说区别什么？区别就刚才我讲，怎么去解决？模糊点，别那么苛责，不要对对方苛责，不要寻求完美，不要觉得完美就是一个目标，不完美是真实。嗯，到最后才接受所有的不完美，最后就是你个人的完美。啊，谢谢，谢谢。好，来，请回到今天还有谁提问答的问题？前面有媒体朋友啊，如果媒体朋友里面有问题，也可以来问他啊。好，二楼走二楼，哪个那个算二楼，还是这算二楼？都算，算啊，都算。那咱先二楼，二楼选择这个人。哎，你说啊，你说。哎，你说吧啊。那个，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今天开始在讲那个电影，哎，然后你讲到了这个日本式关系的过分客气，是。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中国式关系里的不客气其实也是一种亲密，有时候客气反而成一种距离，所以经常用这个老夫老妻去诠释这样一种不客气的这种社会中这样一种常态，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它一定会可能给中国式关系带来一些爱的滋养。那您是不是其实也想去否定某种中国式关系当中的这种其实我们已经有的这种
即使有的时候我骂你一句，你骂我两句，就舍友之间有的时候互相明白骂一骂，其实反而也是一种亲密。明白。所以我想问您的就是，我怎么看？对，您会不会觉得这其实就是一种客气的事情？好。回答这个问题，颈椎特别好。在二十岁的时候，会不会对人生选择经常会有一些迷茫？因为好像现在26岁的时候，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会觉得好像人生怎么走都是一种道路的模样。您会不会就是曾经有过这种就是人生的？好，我明白了。一个是前面，还有岔路口上。好，回去啊，我就不看你一直回答了啊。就是放风筝的那种。他刚才说第一个问题，说我是不是对那种就是所谓的中国式的不客气有我的否定或者批判。我有。我为什么有？就是我们常常有个确实会用不客气表示亲密。哟，孙子你干嘛呢？你这样我好久没来了。我们今天也会这样，没问题，没有问题。但你要知道对方此时此刻是不是愿意这个情接受这些东西，你最重要是要你要去先想对方怎么想，这叫什么叫利他，站在他人角度思考。夫妻之间不像兄弟宿舍的更亲密。这世上啊有两种人，有两种人不是标配，听懂我的意思？什么叫标配啊？你爸你妈是标配，你不能选的。你爸妈生出来，你爸这就是你爸，你妈就是你妈，你不能说我换一这个，你换不了。小孩也不能选，凡是血缘关系都不能选，都叫标配。你表弟，你表妹，啊，你大舅，你二舅，这都是你选不了的，这叫标配。世上的标配是血缘关系带来的，但是我们最亲最熟的，居然是一个。你的选装不是标配，妻子跟你是没有血缘关系，丈夫跟你是没有血缘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朋友跟你是没有血缘关系。如果你跟你自己选的、你自己认定的，你都没有用心、没有体察，你怎么可能去把你的生活过好？那标配更严重、更不会好。所以我们讲，父亲、父母跟儿女、丈夫与妻子之间。会不会有那种你忽略掉的那种东西呈现为这种这个不客气？会有，因为这是俩事儿。亲密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表达，这是一件事情。但是你日常该有客气和礼貌，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家庭一个个人，是一个民族的修养。这事儿不仅反映在对老婆、对丈夫、对家人来说谢谢，也跟在街上别人胡来是一个道理。我刚才在那塞车，我在塞车，我就堵得我快到了，有一辆车就停在那旁边那个人行道上，他就这脚没上停车，然后有人站在那车边上，扔了一烟头，然后噔再吐口痰，他把这仨事全干了，这叫那对这社会不客气，对身边的环境不客气，对不对？我不抽烟，我看到这抽烟的人，我也看着难受，是这样。我也从来不随便吐痰，对不对？你对他客气也不客气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是不是亲，那我喜欢这咱自己地儿，我是主人，主人更不能这样，对不对？你们在学校里就是我是清华的学子，我就愿意这，我毕业我会去树上留手名。这对的还是错的？这叫不客气吗？这叫客气吗？这叫亲密吗？不对，所以这个选择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这是我的态度，所以我不认为那个亲密的东西跟这个要混在一块儿，这是两个事儿。第二，你就问到我二十岁的时候的岔路口，应该这么讲，每一岁每一年你都在岔路口，人生上没有一条直路。所有的路都是路口，这叫什么？人生处处都有选择。开始你是选择什么样的事儿，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工作，最终你就选一样的路，叫你选择做什么样的人。
你选择用什么样的品格活下去？山田洋次导演86岁，他在我电影《杀青》之后，在影院里面，在这个片场离开之后，晚上我们一起吃了晚餐，我用手机把那件事情拿下来，他站起来吃完饭以后，他说我要发个言。老先生86岁，站很庄很重视的站着发言。他说黄磊，一个导演这一辈子拍的所有的作品，最后都借由摄像机传递出这位导演的品格。我真的一生受用。这个表达是我在这个电影当中和我在别的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表达，而这个表达将伴随我一生，而且只有我自己才看过。可能会遇到岔路啊，就是选择。我跟我的学生们来讲，生活人生的过程就是一项选择，就是选择，你选什么你就是。那这些选择是要忠于自己还是要忠于各有各的原因，各有各的原因。选择标准是什么呢？哎，就是因为没有标准，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当然有一个比较普世的标准，我觉得起码普世的标准是前提，然后才有个性的反应，最后才会有你真正的选择。当你说什么样的选择，那我刚才举了比如利他的选择，比如站在他人角度思考的选择，比如说忠于自我诚实的选择，宽容的选择，这都是好吧。这是我的一个观点跟你分享。好，谢谢谢谢谢谢，感觉人生就是一道题接着另外一道题，慢慢解吧。好，如果朋友还想在线上提问题，记得带我的话题啊，麻烦加入51，然后两个话题都可以提问。又有一个连着一块儿，双人剧啊，对，男女凑合双剧，那人家叫他弟弟朋友穿的啊，他这个一看也是贴着这样。清华的恋爱率比北大高，是吧？对，是贴着的就多。嗯，你说来，你说吧。哎，那等会儿给你拿一块啊。嗯，你说到哪里？嗯，黄老师您好，就是我平时特别喜欢看您的所有的综艺节目，就是什么《极限挑战》《向往的生活》这样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您关于友情的看法，因为我感觉您现在就是不管《极限挑战》也好，还有和何老师他们也好，就关系都特别的好。嗯，就是但是有一些是认识很久的朋友，有一些可能是最近刚认识。但是感觉都能相处得特别好，就我想问一下您对友情的看法，就是您会觉得说朋友一定是时间比较久的才会是好朋友吗？或者是还是只是跟这个人有关系？明白，嗯，就这样。其实，在青春的时候，在成长有几个问题是长期困扰的，比如说刚才虽然他问这个家庭和事业，其实他关心的就是谈恋爱啊，怎么让女朋友把他女朋友给忽悠好了。照顾好了，关心的是这个。比如说刚才那个手机那个微博上问的那个同学问的说，婚姻和家庭，其实他也关心也是谈恋爱。嗯，其实这俩事儿，因为我刚才讲了，在你离开家、离开血缘关系段距离的时候，你就开始面对两个你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都是在非血缘状态下，而将一生最多的就是这两个事情，一个就是爱情，嗯。婚姻、恋爱，这是你要选择一个伴侣，对，你要寻找一个伴侣。另外一个什么，就是友情。友情什么是支点，是支点。那么你问我，到底选择友谊啊，到底是因为那人他时间越久越好，很难讲，很难讲。其实这跟恋爱很像，它也是一个缘分。还有朋友之间相处跟恋爱也很像，你也要模糊。但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恋爱，你对他还有一个就是更长的一个责任。但朋友之间，你不需要用一个更长的责任去压迫一个。你得，你说我哥们儿，你必须管我的事儿，不可能。其实，在婚姻当中也不应该，但是朋友当中这里更不应该成为一个要求。而朋友什么？朋友其实比恋爱或者婚姻或者爱人、爱情对缘分的要求更重。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讲，我认为就有两件事情。一个叫爱好情趣相投，哎，这俩人喜欢东西接近，聊天能聊到一块儿啊。第二个
就是要在大的事情上价值观要一致。如果有的人你觉得这事太不像话了，太不好了，就是他说这太聪明太来劲了，你就别跟他在一块瞎聊了，你俩根本不在一条路上，分道扬镳的这个思维。所以友情最重要。当你说友情跟年龄有没有关系，大家可能最近也看到网上传一篇文章，就是说我跟那个我的一个音乐老师啊，陈志远老师的故事啊。我老婆高山流水病之一，我跟他在一起，他现在离开已经六年了啊，他过世已经六年，现在已经六年多了，过世的六年多了。那么我们在一起的友谊是什么？我们也没有天天在聊，君子之交。我们有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微信视频都没有，我们就 Skype， 然后晚上我们跟朋友们有在那喝一杯。嗯，但是每年我们碰面，他家在台北，我们碰面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一块喝个小酒，说点莫名其妙的话题，比如说月亮为什么绕地球转，他为什么跑出去啊，我们回答说刚刚好，说宝比较容易证明还是恶比较容易证明，恶人就是聊一些很莫名其妙的话题，但是投缘。其实这些东西我坦白讲，同学你说怎么去寻找友谊，或者是怎么去看待友谊，其实跟你恋爱边上的男朋友吧也差不多，你也先把他当朋友看，对，你也当朋友，他只是特殊的那种朋友，特殊的那种朋友。那么至于说人生当中怎么样去看待友情，可能有人会失落，有时候说哟，这我这么好，怎么这么对我，都是过程。我今儿这岁数回头看都是浮云，真的是友谊它就是，不是友谊也没关系，它也是这部分啊，平常心看待这事啊。好好，谢谢。我时间比较有限，我再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黄老师来，来后排，来后排一直举手的啊，您这位，就他就起了，他自动起来，不好意思，他是学自动化管理的。来，这位男同学，黄老师您好，你好，真的是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你啊。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您说，就是、说我们在家庭的，就是平时的生活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因为爱而产生的一些矛盾，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过年是回你家还是回我家？这种啊，对，那也问过这问题。哎呀，那我好像有点没事，是有点丢脸。没有没有。你看，非常公平，非常风趣幽默，对，智商高，情商也高，实在。嗯啊。对，我大概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说遇到这一种，我明白，说因为爱产生的矛盾，一些问题的一种小矛盾。其实在我明白了，其实在恋爱跟那个婚姻当中啊，比较多的就会出一开始，尤其一开始就最容易出的鸡毛蒜皮的就是，嗯，其中经典案例为什么大家都问，就是过年搬家，是不是？尤其是两个恋爱关系一旦确定了，就过年上谁家，嗯，或者结了婚以后，你是河南的，我是河北的，嗯，你是湖南的，我湖北的，你山西的，我陕西的，怎么春节上谁家去？然后呢，男的回家了，打电话，那爸妈说，那当然上婆家了，你也快结婚了，你哪有这样的？对，然后那妈那边说，哎呦，那你怎么以后你就女方，你以后妈就说，你以后要不回家过年了，啊，以后就他们家了。怎么办？有几个方法，一个逃跑，一到过年小长假就出去玩，出去玩。但是这个对父母双方来讲会一个失望，是。但是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跟父母说，今年这儿，明年，因为咱现在没有男尊女卑、男权社会，也没有说过年什么什么三十婆子、初二回娘家，没这些老远。人家老脸有什么意思？就瞎扯，对不对？今年你们家，明年我们家，今年我在你们家，三十初一初二，然后初三初四我们家，嗯，明年三十初一初二，你们家，这个初三初四我们家，就把它倒着就完了，是，啊？这黄老师解决不了，解决不了，这个是打得去，来不动。
你这瞎扯，你当我不关心春运呢？你春节前买到票，初三有买到票的吗？你跟我说，初三票最便宜，对，承不承认？初三票都打两折，是。你只要提前把三十之前的票订好了，对不对？你们俩初二完了事，初三早上坐飞机去另外一家的时候，根本没人，哪有人啊？火车、飞机都没人，紧张都是在春节前，对吧？就春节前，或者是春节长假完事儿回来，你把两头的票订好，中间两头不是问题啊。他那跟你说，我都火了，买了票了。我也是晕圈了，对，反正怕咋整。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一方法。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你能给咱们凑一块儿，我们也干了这事。嗯，对，全家一块儿，就是因为你如果都到，比如都拉他们家人都上你们家里，嗯，人家你自己家能变，对吧？你两家人都变了，住的一屋檐下也变了，你就算住的旁边租酒店房间也变了。还有一种方法，集体出去玩，就是最好，嗯，对不对？放假了一块儿啊，跟这边爸妈那骗点钱，跟那边爸妈那骗点钱，说咱们一块儿出去旅游去，对吧？咱们一块儿集中到乌镇，对，到什么三亚，嗯，你找一地儿去了，各自住各自酒店，也不用谁家做饭，嗯，对吧？就没什么怨言，一块儿吃睡觉，各自回各自家玩儿。今儿约好了要一块儿去，你哪一块儿去？明天说你上家海角，他上猴岛，分开，对不对？各自跟各自家父母一块儿晚上回来分波睡完了，我觉得这招太多了，对，这不是问题。其实解决这种问题有太多手段，太多招数了。嗯，你可以选其中一样，再也别拿买了票做借口。只要用心，这都不叫麻烦了。嗯，是。确实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见面啊，确实我相信同学应该收获非常非常。我这个也算上课啊，也算上课。其实我的课堂，我真正的电影学院课堂就是这个。我的课堂里大家欢声笑语，是吧？同学们，我给你们讲一讲。好，我就准备了。那同学也只有你几次，希望有机会来清华。我们曾经有一度啊，这是真事儿，你们可能那时候还上小学，嗯，还高上中学，有一度曾经有过一个说法，就是要把。后来工美到你知道了吗？工美在你知道了没？清华工美，曾经把电影学院变成。清华大学电影学，那我是清华老师了。是，我没有成为清华的学生，但我终于混成了清华老师，现就我了。嗯，但后来没实现，给我们弄到北京市教工委了。哎，遗憾，遗憾。咱们这有艺术院学院吗？对。啊，有是吧？就每个月，你们要是有一个教艺术、教表演、教导演的这个，嗯，有吗？有是吧？啊，有。您是负责人吗？您是啊。啊，是吧？学院给我调过来呗，我愿意，你知道吗？掌声欢迎！我敬你，啊，那一会儿跟谁联系？这个，找校长，找校长，上哪？啊，找校长，找校长，嗯。好，我联络联络，争取啊，争取今年九月份咱们在这儿见，好吧？开学典礼就行，一块齐心争取。好，好了，对 ，OK。那最后这段时间，我觉得还是跟同学们留下一个照片，一大合影，好不好？来，我们拍自拍，基本上看不清楚你们。来，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对，对，老师，我在这儿一蹲，好吧？你们站起来蹲位找啊，站起来让人看见。原来我们说原来是肉在哪里，我真想要去花椒粉。往里走，直播过来是吧？有联系你们学校老师跟学校反映来几个月。OK， 来，我们全场朋友一起祝我们的电影麻烦家族票房大卖，好不好？来，祝我们的电影麻烦家族票房。好的，谢谢谢谢。别说了，祝你们啊。祝你们学习顺利，好吧？学校的生活快乐，恋爱开心，人生成功，祝福你们，拜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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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方老师。
好的，那当然就请大家还是要记住，我们的电影将会在5月11号正式的和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见面。那现在我们各大的电商购票平台里已经开始可以点击想看啊，购票提前预约票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来支持我们的电影。再次感谢同学们的光临哈，有什么问题没有回答到的，带着话题麻烦加入511，黄老师都会刷微博看到的，说不定会和大家来互动的。再次感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同学们。发现一辆还长了一辆车，好了。